题目是多项式的极限，使题的多项式为9减6分之 x， 取极限，当 x 趋近于6的极限值为多少？首先，我们知道9的极限值存在，6分之 x 的极限值也存在，因此我们可以先个别取极限之后再相减。再来，我们将 x 前面的系数6分之1提到极限的前面，之后我们就可以直接算它的极限值。9为常数多项式，因此取完极限之后还是等于它自己。x 取极限，当 x 趋近于6的极限值为6，所以9减6分之1乘以6等于9减1等于8。